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当女优经纪人之类，但我一直觉得我看到身边的女优经纪人跟片商，我觉得这完全不会让我感兴趣，因为每一个都有问题啊。养小白脸赚到的钱都拿去花钱养男人，单亲妈妈为养儿下海拍 AV， 导演接台女优三大乱象。 AV 圈基本上来讲至少五年内台湾赢不了日本，这个圈子里面 AV 圈大概占70%到80%的男女优是一对的，不然的话就是炮友。网红推手不至于，兼差担任 AV 导演，他曾在自己社群上直言专业男优很血汗，当男优很可怜，对，当女优可能他一部可能就5万、7万、10万，男优行情几乎是死的。这大概是多少？6000。为什么价差会这么大？你看 A 片最好会看男生，只要有人说要报名，我每次都是大酸特酸，我大部分都是拒绝，大部分我就会说你有13公分吗？你有割包皮吗？你有比较帅吗？还是你有比较丑吗？你有比邓家华丑吗？对，没有嘛，那你没有为什么要当？其实我坦白讲，大部分的model 圈都不干净，一定有单纯的，但是少数。怎样的不单纯？其实不外乎就是卖淫啊，然后表面上说没有啊，然后诈骗啊，各种拐钱啊，不外乎就这些啊。那你前几天突然在社群上面说，他是觉得台湾的 AV 女优没有职业道德，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？我先强调，我不是女优经纪人。虽然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当女优经纪人之类，但我一直觉得，我看到身边的女优经纪人跟片商，我觉得这完全不会让我感兴趣，因为每一个都有问题啊。是什么样的问题？男友狗，男友叫他们干嘛就干嘛，养小白脸赚到的钱都拿去花钱养男人。台湾的 AV 界目前还没有那么的成熟，甚至可以说是不成熟。对啊，然后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女优，其实她可能都是单亲妈妈，需要养小孩，很多都是哦，很多都是。然后只是看不出来。对啊，嗑药的有啊，我看到很多的女生左手都是哇，都是自杀痕迹。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原因，可能是如果在酒店业，他们也不是属于能做得好的人，那就是高不成低不就。在酒店业也赚不到钱，就算去做直播主，也没有赚到什么钱，又欠钱怎么办？就当女优，就只能下海。对，大部分不是缺钱就是欠钱。是，对啊，一定都是啊，不然谁愿意？